不要害怕，我的责任就是负责守护你，我是你的守护女神，记住，阳光永远都会照着你。ごめんなさい。私が代わりに謝ります。本当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もうたくさんだ。そうだ。金貸しなさい。金貸せ。金貸せ。金貸せ。そんな、よこに罪はないんです。勘弁してください。あの子の両親がしたことですから、あの子を巻き込ま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その子に教えてやらないとな、自分の親が泥棒だってこと。俺たちが一生かかって食べた金を持ち逃げしやがって。国际刑警组织现在都已经在查这件事哦。怎么这么严重啊？啊，不严重，他来这边找你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真的是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啊，打算把你遣送回台湾坐牢。坐牢？没错，按照我们那边的法律呢，欠你10000关三天。什么时候有这种法律？有，最近刚出来的。阳光啊，你爸妈欠我们100000啊，算一算啊，你要被关300天。三百天？我现在不可以去坐牢啦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在这边有打工，而且我有读那个幼教学校，在半年就拿到证照了。我拜托你们相信我，我之后一定会还你们钱的，好不好？相信你，我们当初就是相信你父母了，今天才拿到这幅田地呀。这样了，有钱现在还呐，没钱的话就遣送回台湾去坐牢。可是我就真的没有钱啊，而且我也不想去坐牢。你们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有，除非找到新台币10万以上的工作。一个月10万，怎么可能找到这样的工作？有可能。上的 Mr. Jackson， 我已经跟他谈好我们合约的内容，你今天下午过去拿我们的新的合同吧。对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今天中午出发去冲绳之前，你帮我安排业务部跟行销部来个 conference call， 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他们讲。好，就这样，我有插播。喂，皮啊，你怎么人还在上海啊？不是说好10点的飞机吗？今天场记者会你可是独角哎。你还敢讲哦？我今天记者会是3点，你跟我订10点的飞机是怎么样？哎，我就想说这样时间比较充裕嘛。比较充裕？哎，拜托，我的 time management 比你们任何人都好，这一点你不用担心。冲绳的记者会我会准时到，冲绳见。工作还债的同意书，那这张呢？是到时候你的这个啊薪水呢汇款到我们指定账户的同意书，上面带个手印。哎呀，怎么样？你还考虑啊？要不是我男朋友在台湾的人力中介公司工作，你以为谁都可以到有钱人家当女佣啊？不是啦，我是担心如果去台湾当女佣。我爸讲年纪那么大了，他一个人在这边谁照顾他、啊、要你去呢只是1年的时间，又不是一辈子当女佣。还是你要我们两个抓你去警察局啊？废话少说，赶快盖印。
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啊，阳光。奶奶，你怎么说话的时候老是看都不看我一眼？阳光，我从小看你看到大，还看得不够啊。你怎么这么说？搞不好明天开始你就看不到我了。为什么啊？你怎么买这么多菜回来？家里不是还有菜吗？因为要庆祝啊。庆祝什么啊？庆祝我明天要结婚啦。我要嫁给有钱人了。你在讲什么啊？骗你的，我开玩笑的。今天刚领到打工的薪水，所以特地去买菜回来，想煮一些奶奶喜欢吃的菜。哎呀，不要这么浪费，你应该把钱存起来，买你喜欢的东西比较好。我是啊，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让奶奶高兴啊。真的吗？阳光，你要是真的能早一点嫁人，奶奶才高兴呢。真的吗？嗯，可是这样我就不在奶奶身边咯。那也没关系，只要阳光能幸福，奶奶才开心呢。开玩笑都可以这样让你这么感动哦。奶奶，我好寂寞。有奶奶在呀，怎么会寂寞求美丽，对现代人来说是一种能力，也是一种生存手段。而美妆产品对现代人来说，不再是让女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般消费品，而是投入社会竞争的一个必备武器。对艾诺维拉而言，这更是一场战争，一场美丽的战争。面对急剧变化的竞争战场，我们绝对不能向往留恋过去的辉煌成绩，更不应该墨守成规的谨守原有的市场。所以我迪亚新上任的第一个任务，就是要集合我们艾诺维拉基因产品研发团队，来到冲绳，针对当地的原物料，成立我们自己的 Special Research Lab。 而这个计划将不止让我们在产品上有所突破，也是让我们艾诺维拉踏出国际的第一步。我知道在场有不少的人因为我的年龄，对我是否拥有接任总经理一职的实力感到有所质疑。在此，我想用凯撒大帝的一句名言来回应他们：我来了，我看到了，我征服，我迪亚星将会带领大家拿下这场战争的胜利。
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中国します。こちらがバラバラの森林の社長です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ティア、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。这位是冲绳当地的营业商铃木先生的太太。这位是冲绳的议员小笠原小姐。It's my pleasure to meet you. Nice to see you.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Have a nice day. Thank you. Help yourself. 来，我来带你介绍铃木先生。好。安吉拉，你这儿来干嘛？全公司的人都来了，我为什么不能来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到冲绳可是来工作的。我当然知道啊，我也可以工作啊。你们做什么工作？妈，你可不可以安排一个职位，让我能待在雅辛哥身边啊？像是什么特别助理什么的？你还能当助理呢？哎。总经理秘书听起来也不错啊。行了行了，安吉拉，雅辛到冲绳可是在打仗呢，你既然来了就和珍珠到外面去玩吧，别在这儿碍事儿。他是来打仗，我也是来打仗。爸，你找我？知道你是在为我打算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李雅欣现在的位置本来就可以是我的嘛，所以我的能力就不可能比她差。可能我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积极，可是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东西。